走吧，走吧。问的是大只还是小只？他一箱起来几拍我不知道。你觉得哪边？
剩，都剩，一个剩。我刚刚说的是大致的价格，一箱好像是10斤，然后它分成4胎，所以一胎是2斤半，500块。这一斤大概200块左右，大只的哦。没有了，这箱子拿不好。哎呀，钓船家，这虾不行的啦，现在钓船家呀，我根本这虾来啊。我还有呢，我赶紧的，你再出来啦！炮管超级便宜啊，还有前面那一种有一点点带伤的鲑鱼也都超级便宜的，油花有，只是有一点点修克胸，有一点擦伤的，拿来被收花也可以啊，那所以很便宜。你想一下，七片鲑鱼卖500。小小对你家旁边工厂一箱什么20块不到，你说清楚啊！都刚才你刚工厂想啊，你也刚讲虾的话，我提了馒头去给你搞，叫你给我扫。我这个来不来？我把它就再给我先买回去了，我先来，我三百两不得吃了，我来，是啊，我把了，我先来，他都在，大兵，我把，我把。今天炮管真的乱卖，腰鼠抽哎，都开始贵，我把留了，我不给看。为什么跟那么大尾？因为这一摊就是叫全台最疯狂。都来捡去了，都来捡，捡个贵把了。都买贵吧，700了，700了，对，老爸又要拿一箱起来笑啊！
一种，今天我问你这种后抽，这个修为比较轻的，差不多300块。我不胡乱，你们现在直接必须用上面找，大炮管、大风筒、大风、大风筒。就想钓你，就想上你哦，啊！阿表，不能先上你哦。一只在里卖大概就是300块。真的哦，你怎么找？你怎么找？张大信，这是直播哦，不是你的梦中。
这包是萨巴鱼卵，其他全部都是大风卷。我记起来，只有这几样看，你进来这包吼，来这包是规地，规规地包讲，伊这样比较注意啦，比较注意，比较注意无过来。对，都是同一个人买的。全家过来哦，我根本就是全家出游。有没有钱来？阿姐买钱，你旁边倒面来，倒来一百块来。这边快变成观光观光市场。包下来，来来，快下来，包来。这样包了。来，来不？来哦，线上朋友先帮我按破300的赞哦，还没按的赶快按吧。林志玲都来了，Yeah.
叫下落地，咩叫刀？咁会赚钱啊？咩叫做啦？啲鱼人真系多嚟，咁我都会人真系多啦。爆了啦！咩啊？啲人即打波就中，打波就边样嘅？爆了啦！咩啊？可以，可以叫啊！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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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